2075年，全球战争爆发，70亿人类仅存几千万。造成这一切的不是人工智能，而是猫咪。喵星人在觉醒了不亚于人类的智慧之后，从宠物变成了人类的生存对手。凭借自身强大的繁殖能力和种群基数，战争席卷了地球的每个角落。人类国家联合开发了三台时空穿越机器，穿越到喵星觉醒前一年，2022年，寻找消除喵星人进化奇异点的关键物品之一。你是02号穿越者，即将开始你的穿越任务。来啦！哎，快快快快快进来！哎呀，等了你好久了，路上辛苦了吧？快坐快坐，不是该不打个招呼？哎呀，真是，来来坐坐坐坐。一路上辛苦了吧？我去给你倒点水啊，你先坐会儿。久等了，饿了吧？快快快，我给你准备点水果零食，快尝一下。有点辣呀，这个鸭爪挺好吃的。等你吃完，我们撸会儿猫吧。斯文一点，斯文。No。你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做点饭，晚上留下来吃饭啊。好，飞哥，来继续陪他玩会儿啊。嗯，怎么了？肚子不舒服？快快快，厕所在那儿。快去，来来来来来，左边那个。那么今天的吸猫旅程就结束啦，这个是给你的礼物，这个呢是额外送你的小礼物，你可以打开看看。